欢迎乡亲，等来大中华新闻的现场，热烈的现场来看鹿港信用合作社将滨分社新建工程，经在复兴路80多平的土地起三楼高的大楼。12号早起嘛来进行开工动土典礼，合作社社员嘛来到现场祈求工程顺利完成。简单隆重的祭拜仪式，鹿港信用合作社将滨分社新建工程举行动土典礼。阮今日鹿港信用合作社当兵将滨分社要来动土，要来起大楼，要来服务咱北投这方面的这万间顾客吼。我希望讲这大楼起起来会当。带动地方的繁荣，业务有法当顺利进展，和各位咱的客户较方便，来做这样的为社会来服务，为顾客来服务，咱落实的宗旨就是取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。这是阮的宗旨，阮员工绝对大家真正拍拼，来努力，阮干事主席，甲遮李干事，过大家真正支持，这奖品的来献给，我祝今日你的这动土会当一切平安顺遂。动土三车祝福之下，一栋占地85平、总经费4000多万、三楼高的大楼完工了后，唔呐解决办公需求，相信可以当提供予鹿港乡亲朋友上界大心的服务。大中华新闻林桂鹿港采访报道。